好，来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报告事项第四十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四十案，民进党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之院会决定，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我们现在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啊？我再讲哦，我再讲一遍，大家听清楚啊、哦！哈哈，赞成。好，好，大家哦，大家要注意听清楚哦。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好，好。如果有异议，我们就要进行表决哦，就要进行表决。现在。请按铃七分钟，七分钟后进行表决。人数不足无法表决时，啊，我们就会宣告定期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按铃。来，我们按铃的同时啊、哦，我们请议事人员分发表决卡。
好，七分钟时间已到。那么，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依本院议事规则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那么现在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器？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器？好，都拿到。那我们现在进行表决。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好，表决时间到，时间到。那么，我们宣告表决结果：出席92人，赞成24人，反对68人。反对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决议。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照第一会期第7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好，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7次会议报告事项第9案及第10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8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一会及第7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9案，委员郭立雄等18人拟具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修正草案及第10案，委员郭立雄等19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院会决定，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42条规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好，报告院会。我们在此做宣告，针对本案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依本院议事规则第53条第35条
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我们就请各位委员开始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时间到，现在我们向院会报告表决的结果：出席92人，赞成24人，反对68人。所以赞成者少数。我们做以下宣告：本案决议。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各案均照第一会期第7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谢谢各位。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讨论事项第3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今天审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补送列入审查总报告部分，请宣读财政委员会会诊报告，请宣读。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05年度非营业基金预算审查报告，请立报院会并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讨论。财政委员会前报请院会讨论之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未及列入该审查总报告中者，尚于经济委员会营业及非营业预算部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非营业含信托基金预算部分，将视各该部分之审查报告送达财政委员会后，再行会诊提报院会并案讨论。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结果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陈兆杰委员学生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这个院会把讲话的声音放低调一点，让我们的宣读的人员能够宣读整个的这个案由哈。我们现在请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委员学圣补充说明。陈委员学圣补充说明。好，陈委员学圣不在。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程序，按单位或基金别
逐项宣读后，均暂行保留，视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我们就依程序来处理非营业的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总统府主管特别收入基金、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请宣读。甲总统府主管依特别收入基金、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依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宣读完毕。本案保留协商，那么。以行政院主管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请宣读。以行政院主管以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改列为371亿1319万9千元；二、基金用途改列为383亿6919万9千元；三、本期短处照列；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无效。宣读完毕。好，行政院主管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保留协商。丙，宣教育部主管一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丙，教育部主管依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五、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本案保留协商。二、作业基金、国立政治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二、作业基金、国立政治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本案保留协商，请宣读。三、作业基金、国立清华大学校务基金。三、作业基金、国立清华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三、作业基金、国立清华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四、作业基金、国立中兴大学校务基金。四、作业基金、国立中兴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中兴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五、国立成功大学校务基金。
五、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成功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六，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六、作业基金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七、作业基金国立中央大学校务基金。七、作业基金国立中央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中央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八，作业基金国立中山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八、作业基金国立中山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七、补办预算部分均照列；八、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中山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九，作业基金国立中正大学校务基金。九、作业基金国立中正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中正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十，作业基金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十、作业基金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宣读完毕。国立海洋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十一，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校务基金。十一、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阳明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十二，作业基金国立东华大学校务基金。
十二，作业基金国立东华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东华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十三作业基金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务基金。十三，作业基金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十四作业基金国立台北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十四，作业基金国立台北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台北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十五作业基金国立嘉义大学校务基金。十五，作业基金国立嘉义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嘉义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请宣读十六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大学校务基金。十六，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高雄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十七作业基金国立台东大学校务基金。十七，作业基金国立台东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七，补办预算部分均照列；八，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台东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十八作业基金国立宜兰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十八，作业基金国立宜兰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宜兰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十九作业基金国立联合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
十九，作业基金国立联合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宜兰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是先读十九作业基金国立联合大学校务基金念过了啊、哦。好，国立联合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请先读二十作业基金国立台南大学校务基金。二十，作业基金国立台南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台南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二十一作业基金国立金门大学校务基金。二十一，作业基金国立金门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金门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二十二作业基金国立屏东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二十二，作业基金国立屏东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屏东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二十三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二十三，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二十四作业基金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二十四，作业基金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二十五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二十五，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二十六作业基金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校务基金。
26，作业基金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27作业基金国立新竹教育大学校务基金。27作业基金国立新竹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新竹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28作业基金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务基金。28作业基金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29作为基金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29作业基金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30作业基金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校务基金。30作业基金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31作业基金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31作业基金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32作业基金国立空中大学校务基金。32作业基金国立空中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空中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33作业基金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校务基金。
33作业基金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入；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34作业基金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校务基金。34作业基金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入；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35作业基金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35作业基金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入；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36作业基金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36作业基金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入；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37作业基金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37作业基金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入；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38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38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入；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好，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39作业基金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校务基金。39作业基金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入；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40作业基金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40作业基金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国
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四十一作业基金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校务基金。四十一作业基金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四十二作业基金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校务基金。四十二作业基金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四十三作业基金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校务基金。四十三作业基金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四十四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参与大学校务基金。四十四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参与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高雄参与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四十五作业基金国立台中科技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四十五作业基金国立台中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中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四十六作业基金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四十六作业基金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四十七作业基金国立体育大学校务基金。四十七作业基金国立体育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七、通过决议项。宣读完毕。国立体育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四十八作业基金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校务基金，请宣读。
48作业基金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去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去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去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其通过决议项宣读完毕。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49作业基金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校务基金，请宣读。49作业基金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50作业基金国立台南护理专科学校校务基金，请宣读。50作业基金国立台南护理专科学校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南护理专科学校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51作业基金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校务基金。51作业基金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宣读52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请宣读。52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21亿9226万2000元；三、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7亿070万2000元。七、通过决议三项。宣读完毕。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53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请宣读。53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宣读完毕。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54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54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其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54作业基金国立55作业基金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请宣读。
五十五作业基金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均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其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五十六作业基金国立高级中学、高级中等学校校务基金，请宣读。五十六作业基金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均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照列。其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国立高级中学、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校务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五十七特别收入基金学产基金，请宣读。五十七特别收入基金学产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学产基金啊，特别收入基金、学产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五十八特别收入基金运动发展基金，请宣读。五十八特别收入基金运动发展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特别收入基金、运动发展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科技丁科技部主管一作业基金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请宣读。丁科技部主管一作业基金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均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6亿6151万4000元。七、通过决议四项，宣读完毕。科技部主管作业基金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原子能委员会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核事故紧急应变基金，请宣读。五、原子能委员会主管以特别收入基金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改列为5亿9088万2000元；二、基金用途改列为1亿0996万3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4亿8091万9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七、通过决议七项。四、通过决议七项，宣读完毕。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文化部主管作业基金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请宣读。即文化部主管一作业基金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均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12亿9513万9000元；二、业务总支出照列；三、本期剩余改列为4884万900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5亿7045万3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亿2441万元。七、通过决议二十八项，宣读完毕。文化部主管作业基金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
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作业基金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请宣读。跟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以作业基金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以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而业务收支部分以业务总收入改列为11亿8380万4千元，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6亿1686万8千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5亿6698万6千元。三、结缴国库金额照列。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11项。宣读完毕。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作业基金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保留协商。报告院会，本案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之各单位预算及决议等均暂行保留，作以下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报告院会，刘委员建国声明讨论事项第一案及第二案之表决，以民进党党团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总统交接条例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3月9日、21日、24日及4月6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案审查上台草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段召集委员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党团代表说明提案要旨，亦邀请总统府副秘书长熊光华等报告并被质询，另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等机关派员列席备询。并于105年3月17日举行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宪法专议公听会，以查查学者专家意见工作立法参考。本案经报告及询答完毕后，宣进行大体讨论、逐条审查。与会委员经缜密思考、反复协商研讨，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说明，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现在啊，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啊，段委宜康不在，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那么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现在继续讨论事项第五案，农业科技园区设置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4月6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苏正清担任主席进行审查。会中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志京等列席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咨询。与会委员听取报告后，嫌认本案确有尽速修正之必要，应予支持。经讨论后，决议修正通过，全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讨论，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苏召集委员郑清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请召集委员苏委员郑清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农业科技园区设置管理条例，请宣读条文第11条。第11条，园区内之土地属公有者，管理局得依法申请拨用；属私有者，依下列方式办理：一、依法征收补偿之；二、由土地所有权人以设定地上权或出租方式提供管理局开发使用；三、由土地所有权人依主管机关之开发计划与管理局共同开发。园区内公共设施用地至少占开发总面积30%。
其中绿地至少占开发总面积10%，园区机构依其需用得向管理局租用园区内土地，除给付土地租金外，并应分担公共设施建设费用，其土地租金标准不受土地法第105条规定之限制。租用前向土地新建建筑物，积欠租金总额逾4个月租额者，管理局得终止租约，收回租地，不受民法第440条第三项及土地法第103条第四款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第1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4条。第14条，园区得划定一定区域作为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及其他功能之生活机能区，并由管理局配合园区建设进度予以开发管理。员工宿舍以租予园区从业人员为限，除前项生活机能区外，园区事业经管理局核准后，得另新建相关生活机能设施，依其从业人员使用。宣读完毕。第1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请宣读第17条。第17条，园区事业应予核准进驻之日起2个月内，依管理局规定缴纳保证金，以保证营运计划之实施。园区事业于核准进驻之日起届满3年时，经管理局核审核未依营运计划实施者，前项保证金得不予发还，其依营运计划实施者应无息发还。园区事业有正当理由未能依前项规定期限实施营运计划者，得向管理局申请延期，经管理局审查核准后，得延长3年，必要时得再延长一次，总期限不得超过9年。宣读完毕。第1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18条维持现行法条文。第24条删除。第40条请宣读。第40条，园区机构不依规定期限缴纳管理费者，应加征滞纳金，每逾2日按滞纳数额加征1%滞纳金至应缴纳金额之15%为止。宣读完毕。第4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1条，园区内之土地属公有者，管理局得依法申请拨用属私有者，依下列方式办理：一、依法征收补偿之；二、由土地所有权人以设定地上权或出租方式提供管理局开发使用；三、由土地所有权人依主管机关之开发计划与管理局共同开发。园区内公共设施用地至少占开发总面积30%，其中绿地至少占开发总面积10%，园区机构依其需用，得向管理局租用园区内土地，除给付土地租金外，并应分担公共设施建设费用，其土地租金标准不受土地法第105条规定之限制。租用前向土地新建建筑物，积欠租金总额逾4个月租额者，管理局得终止租约，收回租地，不受民法第440条第三项及土地法第103条第四款规定之限制。第14条，园区得划定一定区域作为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及其他功能之生活机能区，并由管理局配合园区建设进度予以开发管理。员工宿舍以租予园区从业人员为限，除前项生活机能区外，园区事业经营管理局核准后，得令新建相关生活机能设施，依其从业人员使用。第17条，园区事业应于核准进驻之日起2个月内，依管理局规定缴纳保证金，以保证营运计划之实施。园区事业于核准进驻之日起届满3年时，经管理局审核未依营运计划实施者，前项保证金得不予发还，其一营运计划实施者应无息发还。园区事业有正当理由未能依前项规定期限实施营运计划者，得向管理局申请延期，经管理局审查核准后，得延长3年，必要时得再延长一次，总期限不得超过9年。第24条删除。第40条，园区机构不依规定期限缴纳管理费者，应加征滞纳金，每逾2日按滞纳数额加征1%滞纳金，至应缴纳金额之15%为止。宣读完毕。好，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农业科技园区设置管理条例删除第24条条文，并将第11条、第14条、第17条及第40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6案，自来水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经济委员会苏兆杰委员郑兴担任主席。会中邀请经济部杨次长为辅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经出席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前任本案应予支持。经讨论后，原决议修正通过。全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苏兆杰委员郑兴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请召集委员苏委员郑兴补充说明。好，不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自来水法，请宣读条文第12条之一。第12条之一，水质水量保护区依都市计划程序划定为水源特定区者，其土地应视限制程度减免土地增值税、赠与税及遗产税，且向土地减免赋税区域及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内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员会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宣读完毕。第12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2条之二。第12条之二，于水质水量保护区内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除该区内非营利之家用及公共给水外，应向中央主管机关缴交水源保育与回馈费，其为工业用水或公共给水之工业事业。公用事业得报警中央主管机关同意后，于其公用事业费用外附征5%以上、15%以下之费额，供农业使用者，中央主管机关及中央农业主管机关应编列预算补助，补助对象及方式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农业主管机关定之。前项水源保育与回馈费之征收项目对象、计算方式、费率、征收方式、缴费流程、缴纳期限、缴费金额不足之追补缴、取水取用水资源量之计算方法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收费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依水源或用水标的分别定之。第一项水源保育与回馈费得纳入中央主管机关水资源相关基金管理运用，专供水质水量保护区内办理水资源保育与环境生态保育基础设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馈及受限土地补偿之用。其支用项目如下：一、办理水资源保育、排水、生态、休憩、观光设施及其他水利设施维护管理事项；二、办理居民就业辅导，具公益性之水资源涵养与保育之地方产业辅导，奖励教育奖助学金、医疗健保及电费，非营利之家用自来水水费补贴与水资源保育有关之地方公共建设等公共福利回馈事项；三、发放因水质水量保护区之划设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补偿金事项；四、原住民族地区租税补助事项；五、供紧急使用之准备金；六、征收水源保育与回馈费之相关费用事项；七、使用水源保育与回馈费之必要执行事项；八、其他有关居民公益及水资源教育研究与保育事项。前项第三款之补偿，应视土地使用现况、使用面积及受限制程度发给补偿金，并由主管机关与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缔结行政契约。补偿对象以私有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优先，其发放标准及契约范本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及相关部会定之。其行政契约应明定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土地容许使用项目、违约处罚方式等，适用于第三
三项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经费，由水质水量保护区专户运用小组以及区内土地面积及居民人口比例分配运用于区内各乡镇市区。但原住民族乡应从优考量，水质水量保护区内非营业、非营利之家用自来水水费减半收取，其减收费额由水源保育与回馈费指引。保护区内原住民地区非属自来水供水系统之简易供水设施，应加速办理。同一乡镇市区公所跨二以上保护区者，其水源保育与回馈费得经各开保护区之运用小组协调及审议通过后运用之。宣读完毕。第十二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二条之二。好，第十二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十条。第五十条，自来水用水用户用水设备应依用水设备标准装设，并经自来水事业或由自来水事业委由相关专业团体代为师检合格后，使得供水。前项用水设备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五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十条之一删除，增订第六章之一，请宣读。第六章之一，节约用水。宣读完毕。第六章之一增订的部分，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现在增订第九十五条之一，请宣读。第九十五条之一，法人团体个人于国内销售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用水设备、卫生设备或其他设备之产品，该产品应具审水标章，前项审水标章之核发、标示有效期限、转延、废止、撤销、销售与装设之查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应具审水标章之用水设备、卫生设备或其他设备之产品，其种类、范围及开始适用日期，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宣读完毕。增订第九十五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九十五条之二，请宣读。第九十五条之二，中央主管机关应鼓励民间参与节水技术研发，其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九十五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九十八条之一，请宣读。第九十八条之一，违反第九十五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于国内销售未具审水标章之用水设备、卫生设备或其他设备之产品，处新台币四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增订第九十八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请宣读。第十二条之一，水质水量保护区依都市计划程序划定为水源特定区者，其土地应是。限制程度减免土地增值税、赠与税及遗产税，前项土地减免赋税区域及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内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员会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第十二条之二，于水质水量保护区内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除该区内非营利之家用及公共给水外，应向中央主管机关缴交水源保育与回馈费，其为工业用水或公共给水之公用事业，得报经中央主管机关同意后，于其公用事业费用外附征5%以上、15%以下之费额，供农业使用者，中央主管机关及中央农业主管机关应编列预算补助，补助对象及方。设置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农业主管机关定之。前项水源保育与回馈费之征收项目对象、计算方式、费率、征收方式、缴费流程、缴纳期限、缴费金额不足之追补缴、取水
取用水资源量之计算方法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收费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依水源或用水标的分别定之。第一项水源保育与回馈费得纳入中央主管机关水资源相关基金管理运用，专供水质水量保护区内办理水资源保育与环境生态保育基础设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馈及受限土地补偿之用。其之用项目如下：一、办理水资源保育、排水生态油气观光设施及其他水利设施维护管理事项；二、办理居民就业辅导、具公益性之水资源涵养与保育之地方产业辅导、教育奖助学金、医疗健保及电费、非营利之家用自来水水费补贴与水资源保育有关之地方公共建设等公共福利回馈事项；三、发放因水质水量保护区之划设、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补偿金事项；四、原住民族地区租税补助事项；五、供紧急使用之准备金；六、征收水源保育与回馈费之相关费用事项；七、使用水源保育与回馈费之必要执行事项；八、其他有关居民公益及水资源教育研究与保育事项。其项第三款之补偿，应是土地使用现况、使用面积及受限制程度发给补偿金，并由主管机关与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缔结行政契约，补偿对象以私有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优先，其发放标准及契约范本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及相关部会定制，其行政契约应明定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土地容许使用项目、违约处罚方式等。之用于第三项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经费，由水质水量保护区专户运用小组依其区内土地面积及居民人口比例分配运用于区内各乡镇市区，但原住民族乡应从优考量，水质水量保护区内非营利之家用自来水水费减半收取，其减收费额由水源保育与回馈费指引，保护区内原住民地区非属自来水供水系统之简易供水设施应加速办理。同意乡镇市区供所跨二以上保护区者，其水源保育与回馈费得经各该保护区之运用小组协调及审议通过后运用之。第五十条，自来水用户用水设备应依用水设备标准装设，并经自来水事业或由自来水事业为由相关专业团体代为师姐合格后，使得供水。其项用水设备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六十条之一删除。第六章之一节约用水。第九十五条之一，法人团体个人于国内销售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用水设备、卫生设备或其他设备之产品，该产品应具省水标章，其向省水标章之核发标示有效期限展延、废止、撤销销售与装设之查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应具省水标章之用水设备、卫生设备或其他设备之产品，其种类范围及开始适用日期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九十五条之二，中央主管机关应鼓励民间参与节水技术研发，其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九十八条之一，违反第九十五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于国内销售未具省水标章之用水设备、卫生设备或其他设备之产品，处新台币四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好，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自来水法增订第六章之一章名及九十五条之一、九十五条之二及九十八条之一条文，删除第六十条之一条文，并将第十二条之一、第十二条之二及第五十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商业登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4月6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经济委员会苏兆杰委员正行担任主席，会中邀请经济部部长
邓正中、财政部等相关机关派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与会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经出席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请认本案应予支持。经讨论后，原决议修正通过。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苏召集委员正请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苏委员正清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商业登记法，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下列各款小规模商业得免依本法申请登记：一、摊贩；二、家庭农林渔牧业者；三、家庭手工业者；四、民宿经营者；五、每月销售额未达营业税起征点者。前项第二款及第三款锁定小规模商业，以自任操作或虽雇用员工而仍以自己操作为主者为限。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八条。第八条，商业登记之申请，由商业负责人向商业所在地之主管机关为之，其委托他人办理者，应附具委托书。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九条。第九条，商业开业前应将下列各款申请登记：一、名称；二、组织；三、所营业务；四、资本额；五、所在地；六、负责人之姓名、住居所、身份证明文件字号及出资额；七、合伙组织者、合伙人之姓名、住居所、身份证明文件字号、出资额及合伙契约副本；八、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事项。前项及其他依本法规定应登记事项，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抽查，商业负责人及其从业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宣读完毕。第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五条，请宣读。第十五条，登记事项有变更时，除因继承所致之变更登记应自继承开始后六个月内为之外，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为变更登记。商业之各类登记事项，其申请程序应检附之文件资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九条。第十九条，商业之下列登记事项，其所在地主管机关应公告于资讯网站，以供查阅：一、名称；二、组织；三、所营业务；四、资本额；五、所在地；六、负责人之姓名及出资额；七、合伙组织者、其合伙人之姓名及出资额；八、分支机构之名称、所在地及经理人之姓名。公告与登记不符者，以登记为准。宣读完毕。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一条删除。第二十五条，请宣读。第二十五条，商业负责人得申请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就以登记事项发给证明书。宣读完毕。第二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商业负责人、合伙人或利害关系人得续名理由，向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申请查阅、抄录或复制登记文件。前项利害关系人指对商业或合伙人有债权、债务或其他法律关系之人。宣读完毕。第二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商业在同一直辖市或县市，不得使用与已登记之商业相同之名称，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一、原已合法登记之商业，一、行政区域调整至与其他商业之名称相同；二、增设分支机构于他直辖市或县市，附记足以表示其为分支机构之明确字样。商业之名称不得使用公司字样。商业名称及所营业务于商业登记前，应先申请核准，并保留商业名称于一定期间内，不得为其他商业使用。其申请程序、商业名称与所营业务之记载方式、保留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九条，商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所在地主管机关得依职权、警察机关通知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或废止其商业登记或部分登记事项：一、登记事项有伪造、变造文书，经有罪判决确定；二、登记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始营业，或开始营业后自行停止营业六个月以上；三、签立原址于六个月未申请变更登记，经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通知仍未办理；四、登记后经有关机关调查发现无营业迹象，并经房屋所有权人证明无租借房屋情事；五、商业名称经法院判决确定不得使用，商业于判决确定后六个月内尚未办妥商业名称变更登记，并经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令其限期办理仍未办妥，前项第二款锁定期限如有正当事由得申请准予延展。宣读完毕。第二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条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未经设立登记而以商业名义经营业务或为其他法律行为者，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应命行为人限期办妥登记，届期未办妥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第三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依本法受理商业名称及所营业务预查、登记、查阅、抄录、复制及各种证明书等之各项申请，应收取费用，其费用之种类及费额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停业登记、副业登记、歇业登记免缴登记费。宣读完毕。第三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六条删除。请宣读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1997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三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条，下列各款小规模商业得免依本法申请登记：一、摊贩；二、家庭农林渔牧业者；三、家庭手工业者；四、民宿经营者；五、每月销售额未达营业税起征点者，前项第二款及第三款锁定小规模商业以自任操作或虽雇用员工而仍以自己操作为主者为限。第八条，商业登记之申请由商业负责人向商业所在地之主管机关为之，其委托他人办理者，应附具委托书。第九条，商业开业前应将下列各款申请登记：一、名称；二、组织；三、所营业务；四、资本额；五、所在地；六、负责人之姓名、住居所、身份证明文件字号及出资额；七、合伙组织者、合伙人之姓名、住居所、身份证明文件字号、出资额及合伙契约副本；八、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事项，前项及其他应本法规定应登记事项，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抽查，商业负责人及其从业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第十五条，登记事项有变更时，除因继承所自知变更登记应自继承开始后六个月内为之外，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申请为变更登记。商业之各类登记事项，其申请程序应检附之文件资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九条，商业之下列登记事项，其所在地主管机关应公告于资讯网站，以供查阅：一、名称；二、组织；三、所营业务；四、资本额；五、所在地；六、负责人之姓名及出资额；七、合伙组织者，其合伙人之姓名及出资额；八、分支机构之名称、所在地及经理人之姓名。公告于登记不符者，以登记为准。第二十一条，删除。第二十五条，商业负责人得申请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就以登记事项发给证明书。第二十六条，商业负责人、合伙人或利害关系人得续名理由向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申请查阅、抄录或复制登记文件，前项利害关系人只对商业或合伙人有债权债务或其他法律关系之人。
第28条，商业在同一直辖市或县市不得使用与已登记之商业相同之名称，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一、原已合法登记之商业因行政区域调整至与其他商业之名称相同；二、增设分支机构于他直辖市或县市，附记足以表示其为分支机构之明确字样。商业之名称不得使用公司字样。商业名称及所营业务于商业登记前，应先申请核准，并保留商业名称于一定期间内，不得为其他商业使用。其申请程序、商业名称与所营业务之记载方式、保留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29条，商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所在地主管机关得以职权检查机关通知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或废止其商业登记或部分登记事项：一、登记事项有伪造、变造文书，经有罪判决确定；二、登记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始营业，或开始营业后自行停止营业六个月以上；三、千里原址于六个月未申请变更登记，经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通知仍未办理；四、登记后经有关机关调查发现无营业迹象，并经房屋所有权人证明无租借房屋情事；五、商业名称经法院判决确定不得使用，商业于判决确定后六个月内尚未办妥商业名称变更登记，并经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令其限期办理仍未办妥，前项第二款锁定期限如有正当事由得申请准予延展。第31条，未经设立登记而以商业名义经营业务或为其他法律行为者，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应命行为人限期办妥登记，借其未办妥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第35条，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依本法受理商业名称及所营业务预查、登记、查阅、抄录、复制及各种证明书等之各项申请，应收取费用，其费用之种类及费用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停业登记、复业登记、歇业登记，免缴登记费。第36条删除。第37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1997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第15条第二项、第23条、第26条第二项规定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商业登记法删除第21条及第36条条文，并将第5条、第8条、第9条、第15条、第19条、第25条、第26条、第28条、第29条、第31条、第35条及第37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视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因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会指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因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105年度工作计划及收支预算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3月3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林召集委员署分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煌兼国家卫生研究院董事长等应邀列席说明被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后，旋即进行缜密讨论，并完成实质审查。本案审查案文据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林淑芬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淑芬，请召集委员林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进行处理，请宣读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105年度工作计划及收支预算书。一、工作计划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照列；二、支出总额改列为31亿9880万2000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1亿4757万5000元；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四、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五、通过决议21项。宣读完毕。好，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照审查会意见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请宣读。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105年度工作计划及收支预算书，宣读完毕。好，三读内容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105年度工作计划及收支预算案，照审查报告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11案，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等九家105年度预算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3月3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林召集委员署分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煌等应邀列席说明被询。与会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后，旋即进行缜密讨论，并完成实质审查。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林淑芬于院会讨论时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请召集委员林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进行处理，请宣读通过决议事项。通过决议事项，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照列；
二、支出总额含所得税费用改列为3亿5119万2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554万3000元；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四、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五、通过决议无效。宣读完毕。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财团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测进会，请宣读。财团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测进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照列；二、支出总额含所得税费用改列为2亿4434万7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316万元；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四、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五、通过决议事项。宣读完毕。财团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测进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四、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通过。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财团法人要害救济基金会，请宣读。财团法人要害救济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照列；二、支出总额含所得税费用改列为6136万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481万1000元；三、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四、通过决议四项。宣读完毕。财团法人要害救济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五，财团法人周继勋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请宣读。财团法人周继勋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宣读完毕。财团法人周继勋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财团法人惠众医疗救济基金会，请宣读。财团法人惠众医疗救济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及资金运用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宣读完毕。财团法人惠众医疗救济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请宣读。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四、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好，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现在继续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
请宣读。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四、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宣读完毕。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请宣读。医疗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四、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五、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好，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通过决议四项，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医院评鉴及医疗品质测评会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要害救济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中继勋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惠众医疗救济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医疗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宣读完毕。三读内容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无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财团法人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测评会，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财团法人要害救济基金会，财团法人周继勋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惠众医疗救济基金会，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及医疗财团法人病理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案照审查报告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2案，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及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案，请宣读审查报告，请宣读。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3月3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林兆杰委员署分担任主席，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魏国彦等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后，旋即进行缜密讨论，并完成实质审查。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林淑芬于院会讨论时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
林委员淑芬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进行处理。一、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请宣读。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及资金运用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四、通过决议以上。宣读完毕。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现在请宣读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及资金运用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处部分，一、收入总额；二、支出总额含所得税费用；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收入支出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宣读完毕。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照审查会意见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请宣读。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宣读完毕。三读内容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及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案照审查报告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3案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05年4月6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将本案等提出审查，邀请内政部长陈惟仁、提案委员尤美女等说明提案要旨。会议并邀请内政部部长陈惟仁列席说明并被质询，另请财政部等派员列席被询。会议由召集委员黄昭顺担任主席，经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无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黄召集委员昭顺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现在请召集委员黄委员昭顺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民进党党团提出异议，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讨论13案，均已处理完毕。下午5时起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
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这个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简东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简东明等十五人，鉴于原住民地区老年化人口较平地严重，104年原住民族55岁。老人人口比例最高为39%，最低为14%。即便是离岛男女，老年人口比例亦达到18.08%，但原先老年人口比例多比全国平均老年人口比例12.51%为高。政府却长期缺乏统计目前需要长照服务之原住民老年人口资料，以致无法统计所需支应之原住民地区长照经费。因此本席原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委员会主计总处反照每年全国人口统计方式，针对原乡地区老年长照服务所需人口及经费进行普查，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简东明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王玉敏委员，王玉敏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蒋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等二十人，有鉴于近年来手机 APP 云端资料库风行，让城市设计成为未来的主流科学科，为此世界各国不断疾呼城市设计是新的读写能力。而英国教育部长指出，如果想要打造出明日的谷歌微软，除了让城市语言教育走进学校，别无其他办法。目前美英等国陆续宣布学生都必须学习城市设计课程，为确保国家未来竞争力及提升各级学生的逻辑思维，本席等要求行政院积极培养电脑城市设计师资，加速推动学校城市语言教学，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二十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柯志恩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二人，鉴于立法院自2010年开始修法增订许多严防狼师的条款，其能杜绝校园性侵事件。遗憾的是，最近某国中已婚田径教练被控性侵女学生，之前亦有类似性侵或性骚扰的案件。由于教练在训练学生时与学生有较多身体碰触和私下相处的机会，因此对于教练品格的考虑应该特别重视与要求。目前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需仰赖外聘教练或老师，倘若未严加把关，难免良莠不齐。一旦发生性侵或性骚扰的丑闻，不仅对学生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让一些在校园努力训练学生的运动教练整体形象受损。为预防和遏制校园性侵及性骚扰事件，建请教育部应督促学校在聘用教练与社团活动指导老师时严加把关，并调查公布各级学校所聘教练及外聘老师之专长与以往服务学校之记录，同时加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学校预警作为。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二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赖世宝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本院赖世宝等十五人临时提案，有建议欧盟将
食物权列为21世纪的新公民权，呼吁各国正视食物浪费与永续农业的议题。那么近年来，国内食安问题这个问题不断，政府虽然积极处理，提出慎食精进管制方案，以免过期品流入黑市再出售给消费者，但是对于慎食再利用方式未经完善，国内仍然存在很多的食物浪费和供给不均的矛盾。因此，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关单位应该结合过剩食物数及球员人数的登录资料，研议跨部会慎食再利用方案，并作一规划及执行报告，同时评估商家主动捐赠食物可扣抵税、加值税的可能性，以扩大社会安全照顾的愿景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葆等15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赵振宇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院委员赵振宇等12人，有鉴于台湾本岛与马祖列岛之间的货运运输极为不便，尤其是大型的货物，更是无处可投递。因此，为了保障离岛民众的权益，减少城乡差距，相关单位应协调海空航运业者，提供便捷、迅速、安全的货运服务，以解决长期以来台湾与马祖之间的货物运输的问题，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本院委员赵正宇等12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洪时庸委员。本院委员洪时庸等16人，为台中大雅交流道附近国道、省道与市区平面道路汇流新成大台中交通瓶颈，南台74号车流量尚有余裕，地方要求新建国道1号与台74号线联络道路以疏解车潮。鉴于地方经费有限，建请中央全额补助该道路新建工程预算37.88亿元，并尽速开工，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洪时庸等16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孔文吉委员。主席、各委员。本院委员孔文吉、简东明、廖国栋等23人，鉴于近年来原住民地区因台风、地震灾害、寒害、土石流等重大天然灾害，危及原乡原住民族人生命财产安全甚巨，而且灾后重建所需的时间漫长且经费庞大，造成许多原住民族人无力缴纳相关公共事业所必须缴纳的费用。政府为有效保障灾区居民与原乡族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建请行政院专案研领公共事业水电瓦斯具体优惠减免受灾户相关减免措施，以疏解灾区居民与原乡族人重建的压力，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孔文吉等23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吴其明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吴其明、郑宝清等十一人，鉴于近年来我们捷运接连发生伤害事件，捷运通勤者皆人心惶惶。目前平均每日载客数已高达百万人，且未来全国各地捷运网陆续建构完成后，将面临捷运路线横跨县市，捷运警察负担加重，且跨县市警力勤务分配非单一县市能够指挥调度，为维护捷运通勤组的安全，建请内政部警政署统一规划警力，并成立捷运警察局，以因应捷运路线横跨行政区之管辖问题是否有当，敬请公解。本院委员吴其明等十二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蒋万安委员。本院委员蒋万安、许玉仁、吴志扬等十四人，鉴于去年104年6月即通过有限合伙法，但时至今日105年4月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公司透过有限合伙法成立。就其原因，双重课税乃问题核心。根据国外立法经验，有限合伙组织本身并不用课征营所税，而是在盈余分配时课征所得税，借此避免双重课税。然而在台湾，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解释，坚持合伙组织应与公司课税制度一致，朝向两税合一的精神课税。公司先缴交17%营所税，剩余资金再缴交个人综合所得税。此外，有限合伙并非税法定义下的公司组织，因此包括所得税法中的盈亏互抵、产业创新条例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中的租税减免皆无法适用。面对有限合伙组织被双重课税又无法享有租税减免措施问题，原提案要求行政院、经济部及相关主管部会尽速解决有限合伙组织双重课税问题，是否？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四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余婉如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三人临时提案，对于107学年即将上路之12年国教课纲中，将城市教育列入国中、高中阶段必修课程，然师资教材与课纲之订定若无完整配套措施，则可能造成严重的城乡差距与学用落差。原要求教育部评估在107年尚未准备完成前，贸然将城市教育列为必修课程之必要性，并提出新师资之来源与培训计划，及每年对教材及师资进行评鉴规则，务必使城市教育课程上路时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资讯科技时代，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三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我们暂不予处理。接着请高露仪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高露仪用、林长佐等十二人，有鉴于原能会与台电公司自1982年起未经兰屿地区居民同意，擅自将台湾本岛产出约10万桶地放射性核废料放置在兰屿储存厂迄今，期间甚至发生核废料桶锈蚀、当地辐射剂量异常等情势，严重影响兰屿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
以及财产安全。虽然政府屡次承诺迁离核废料，却始终未能履行，甚至不当与最终处置场址连结，拖延迁移时间。原始建请行政院将最终处置场址与蓝屿核废迁出脱钩处理，并于一个月内恢复召开蓝屿核废料迁厂推动委员会，拟具迁厂计划，并将迁厂时程法制化，同时与当地居民等对等协商国家赔偿事宜，弥补国家长期对蓝屿地区居民造成的伤害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高露以用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本院委员李彦秀、王惠美等十五人，因考量近年来申请微型创业凤凰贷款之件数及贷款金额逐年下滑，申请就业保险失业者创业贷款更是寥寥无几，连带造成促进就业效果不彰，各年度促进就业人数甚少，建请行政院加强辅导机制，建立创业导师的制度，结合民间成功创业人士提供资讯分享及个案辅导方式，协助创业，提高申贷的意愿，降低创业的风险，并促进就业，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继续处理复议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三十六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决议我们另定期处理，现在散会。